今天我玩得真愉快。已经6:10了，我该回去了。吃过晚饭再走吧。我妈妈给你做中国菜。谢谢，我喜欢吃中国菜。但是我今天晚上有事，必须回去。下星期天你去我家吧。我会去的，欢迎你再来。好，再见。今天我玩得真愉快。凯文，今天玩得真快，愉快。得失快慢真假，已经曾经